发现目标。二组，买家车辆后方200米，发现巡逻车。买家进场，巡逻车进场，准备战斗。波提姆身边是水蟒蛇二号人物杜威。Больше количества. Это флешка. На ней вся информация, которая вам нужна. Передай. Что мы сидим? Хожу в бел. Этот химический элемент мы изобрели много лет назад. Вложили в него очень большую сумму денег. И знаете, что он очень-очень опасен. Если он, повторяю, попадет не в те руки, то будет очень большая беда. Я вас знаю. Вы решили нас обмануть? Кинуть нас хотите? Босс, патруль не выходит на связь. Какой?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? Вы решили нас кинуть? Как с вами разговариваешь? Thank you.
Плохо дело. Thank you.
Thank you.
She's the protectee this time. Iris, your task is a safe passage and provide transportation. Are you sure? She's Baiyang. Yes, it is positive. We've confirmed. Contact a local named Jin Ya Zhong. He'll supply you with arms. This will be a dangerous mission.你以前都学坏了啊，我发现。这么多枪，老大，你确定我们是道理了，不是在叙利亚？ 不就胡同人吗？用得着吗？就是，金南，直接全无。这么紧急的吗？越快越好。看好的，我出去一下。 放心吧，这里很安全。希望如此。清华大学毕业，银行高管，前程远大呀。
干嘛帮情报犯？职务侵占，卷款外逃。钱闹的。我要去趟卫生间。队长，你眼睛怎么这么红啊？哦，刚洗澡，月季眼睛了。给，喝点水。谢谢。
长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和白杨是什么关系啊？哦，我就随便问问。别误会，我刚到，啥也没听见。你搁着我的胸肌了。我来练一下，哥哥。老大，我觉得你比狗的快多了。说什么呢？什么比我快多了？熟能生巧而已。心情不好的时候玩一下，自然就平静多了。老大境界高啊！线人给了我枪和子弹，我却用它来寻找心灵上的宁静。哎，老大，在后面来一趟，出去转转吧。
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我怎么管不着？现在想起你是我丈夫了。就那奥利兰王子爱上英国女教师的玛丽苏电影，发哥演的。哎，什么叫玛丽苏啊？那是真实历史改编的。你想啊，一个奥利兰王子和一个英国女教师，文化差异那么大的两个人在一起了，多浪漫！我想去他们相恋的地方看一看。我就记得那电影赔的底裤都掉了吧。那就是王子给安娜修的教堂，想不到还可以跟你一起看到的。可最后小的女人过不惯奥利兰的土日子，他们还是分手了。你也知道那部电影。那你应该知道啊，王子的希望飞哥跟男人似的，而且下场很惨，他被砍了头。头发什么神经病了？U盘不见。是前面那辆车。
闪到哪里了？我看看。没事吧？怎么样了？闪到哪？我选择了退役，可孩子又没了。我离开家后，并主动参与联盟对恐怖分子的情报工作。之前你们在缅北的任务情报就是我提供的。杜威逃走后，我为了查出其他增援的下落，利用启动盘引蛇出洞。所以，指定我来执行任务的人，其实是你。所以侵吞公款、畏罪潜逃什么的，果然都是假的。你不是说我不是那种人吗？
你们的钱退给你们。东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告诉我脏蛋密码丢失了？现在只剩三个小时，我必须得赶到这儿变成第二个广岛之前离开这儿。什么三个小时？第二个广岛什么意思啊？我先走了。要将辐射尘扩散到最大效果。毫无头绪。三个小时，这他妈怎么拍查也拍查不完啊。现在还有两个半小时。需要最大效果。什么？奥利兰论坛首脑会议开幕式会在市中心组织一局游戏，奥利兰论坛秘书处各国首脑这样都会参加。说的对，也就是说他不需要把三代辐射城扩散到最大效果，只要扩散到他想要扩散的地方就可以了。市中心、各国政要和十几万游行人群，这就是目标。是东哥发来的多位 SUV 的行车记录。西南，打开电脑。好。教育地点，大使馆，安全屋，老城区，还有公路，就这些。查一下交易前几天的。火车站，前一天还是火车站。对比一周前的行车记录，火车站，全部都是火车站。Thank you.
让人知道。你和孩子出事前一个月，我就递交了退役申请书，但是还没等批复，我就执行紧急任务。哥上车。Vite, reviens!
进来。
Если выстрелишь, все умрут. Взять их. Вы всегда мне мешаете. Вы думаете, легко разработать этот план было? Я работал над ним много лет. А ты пришел и все испортил. Я знаю, как я поступлю. Когда я прострелю тебе башку, fuck you!
济南的。就听说是。